会一直牵着你，陪着你，护着你，直到我们的人生旅途结束。接下来，只要有你的地方，那里就是我的家。大王的秘密 channel， 好甜的感觉啊！今天，我们今天来进行我们人生中的一个大事，其中的一部分。对，我们大事很多哎，最近大事真的很多。对，所以呢，你现在看我这样戴上这个东西，哇，好漂亮啊！好漂亮啊！漂亮，我们来到了林立老师的婚纱，呜呼！哎，享誉国际的林立老师，真的国宝级的哦。所以这是林毅老师帮你特别设计的一整套的婚纱嘛？对。哎呦，非常期待。哎呀，那我们进去先看咯。OK。Go go。我们又回来了。是的，是的，其实平常我们在工作，基本上我们的礼服都是跟林毅老师跟你们对。去做，谢谢支持。对，就你知道，你穿你们衣服就是你知道很美，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一次的婚纱也是要一定要经过你们之手，没问题，老师之手。哇，太漂亮了！这也太澎湃了吧！这整个哇，因为上次我们只看到图稿嘛，对对，然后现在等于是把图稿完全变身了，对。以往就是定制婚纱，然后又是这种宫廷式的，天花很繁复的一件白纱，有时候在国外是将近要上百万。再看设计稿，然后就来来回回有在做一些改版讨论，对，然后之后可能比如说我们会有试胚的过程，试半成品、制成品的过程等等，所以它其实中间的手工跟就是它的工时其实是非常长的。嗯，对，这个是第一阶段，因为我们还会有第二阶段的浮夸，以及第三阶段的就是上精致手工的部分。所以我说目前只有45%。期待吗？期待成品。林立老师，期待吗？你们是我团队的人，你们真的好棒，好用心，我真的很期待。所有团队他们找到的所有的布料，然后材料这些东西，然后再把它用在这个上面，婚纱就是这样来的。所以是不是很期待呢？期待之后再给你更厉害的成品。是的，是的，我们来到哪儿呢？我们在凡登西府。是不是要试你的衣服了？肯定的，不会试你的婚纱，婚纱已经试完，现在肯定是我的。我可以，你穿婚纱，我穿西服啊。这样我会暴露。你暴露 OK 啊？你胸部也算够大了。对呀、啊，也很挺。挤耶。会暴。今天呢，我们请了奶方帮我们选了这几块布料，来，奶方。嗨，大家好。你真的很贴心，都很照顾我们的奶方。对呀、啊，他很照，他真的很照顾。反正西服也非常照顾。出席活动全部都穿他们的西装，没有错，还有自己的 VIP 室。对，然后现在竟然还要帮他定制量身定制，哎，哇塞，还选布料，你好好哦。来，哪一方？来介绍一下，介绍一下。因为这次就有帮，就是家长刚好另外小恩的婚纱，我们有去搭配一下，就是那套比较深色的那套，有搭配一个就是像这种比较猫腻感的，感觉就是整个气势。因为一般婚纱啦，男生感觉就是。感觉没有那么我没有说啊，我没有说，对，所以我们就是男生也不能输，就是布料有稍微这个好看，对，质感超好的，对，它这个里面就是有含那个 cashmere， 穿起来的挺度啊，舒适度就会超好。其实我们接下来这个婚礼就是在冬天，算是冬天对吗？11月冬天，对啊，所以其实你刚好穿这种厚厚的布料也算舒服，很符合，对，也很挺。对，因为像白纱，我们可能就会以白色系为主。对，白色系。对，就是有个白马王子的感觉。要很白，对。那你有没有几套白色的那种西装比较不错？有。来，我们来看一下。没问题。需要这样子哦 ，ben ben ben。他看起来好像要去弹钢琴。我的西装快被我崩坏了。我也觉得很适合演奏会的感觉。这个也是，这个比较窄。你们是不是有比较肥大？有。肥大。你希望什么构造肥大一点？
这一段哦，缎面的这个领子，这个你也有、那個、这叫什么领啊？ 有白色缎面，我觉得你适合，因为你最后是白色头发。哇塞！就是我想要跟，就是他跟一般新，因为我觉得新郎有时候真的很可怜，是你不觉得新郎的选择性都很少，男生的选择性都相对少啊。可是我想要就是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让他突破就是整个造型，所以我们还在讨论说这个款式会是什么样的方式呈现。果冻金怎么样？这个走一些比较中式那种，中式的松一点，哦，对对对，就是会觉得更挺，比较中山领。所以做一个盔甲，你觉得怎么样？哇！垫肩直接垫10公分啊，盔甲。所以我很期待，就是他们之后帮我们整个弄好会什么样的。好，我镜头盖下去，等一下就是今天最帅的。哎呦！是不是我们刚刚讲这个领子就是？果冻巾是这样吗？这是果冻吗？这不是，这是果冻吗？ 对，所以它真的叫名词叫果冻巾。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哦，这个帮你科普一下，这主要是因为它的材质的部分，它的就是因为它缎面，所以它的那个光线折射地方会让它感觉。好的，老婆怎么觉得？帅啊，很帅 ，ben ben ben。ben ben。那我们就期待它的整个成品出现了哟。其实我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光是彩排就泪崩，心情上的，就是你的心里面状态。我是一个感性的人，我是个对这一块完全没有抵抗力的一个男子。是，我也不想，但我发现我身体控制不了。我有时候也是不想，但我身体控制不了。所以你，我说眼泪，你在想你的婚跳、啊？没有婚礼、啊，我会把跳都剪掉。那、啊、你心里面当时的感受，在就是脑海有没有跑什么东西让你有这样感觉？想到过往吗？还是没有？没就想到这个 moment， 真的太感人，太美好了。尤其那个，我知道韦恩不会来踩，但是看到爸爸这样走进来，那个感觉还是会很真实。我本来想彩排，我尽量不流泪，发现哦不行，会被大家发现。有什么感触吗？今天好开心哦。但就很累了，我想说今天结束之后我就该好好大睡一觉，然后谁都不要来烦我吵我，给他爽爽的睡一觉。为什么会特别想要请聂云哥呢？因为聂云哥可以提升我们很多高的质感，就是有一种充满着乐透开奖的。没有，聂云哥其实我认识很久，然后真的他是一个好哥哥，他真的我们相处下来，他给我们永远都是正面能量。他是一个很正面能量的人，然后很温暖，然后讲话很温柔，然后又你知道他那种绅士风度，每次看到他肯定要讲话，我都会觉得哇，怎么那么帅？这种感觉你要亲自跟聂云哥聊天就可以感受到。真的，因为你问聂云哥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对，哇，韦恩跟嘉良，先恭喜他们俩，这是两个人太可爱了啊！这个爱他们的人。真的很多，而且这一天是好多人期待很久的啊！我知道爱他们的好朋友期待很久，但是很多爱韦恩的男生们，你们要心碎 ，OK？ 多舍不得啊！这个我们心目中的这么美的女神啊，本来是今天只是来当客人啊，这个在下面见证他们的爱情，但是我这个可爱的妹妹呢，跟我说她希望我可以今天帮她做。证婚人的这个角色，其实我参加过很多婚礼，这个角色叫我来做，反而让我稍微有一点紧张，因为这是一个好大的责任。我希望今天我给他们祝福的话，希望今天我们见证的这一切哈、啊，是他们真正的找到了永远的幸福，他们可以永远的都像现在我们平常看到他们这样子，永远都在 in love 的感觉，恭喜他们。云杰哥，为什么戒指在你手上？为什么戒指在你手上？因为我抢婚啊！喂，好爽！喂，我觉得这个重责大任给我，我很开心，能够把戒指交付给嘉良，让嘉良好好的锁住韦恩，跟韦恩白头偕老。我觉得这个责任对于我来讲是意义重大，所以这个是一份
非常有爱的戒指在我手上。哒哒哒哒哒，小当家特质自带 BGM。哒哒哒哒哒哒哒。好了，希望一切顺利。不是我结婚，但是我好紧张，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的掌声，谢谢大王，谢谢嘉良。我在这里要邀请嘉良转身面向后方这扇幸福大门，好好的看看这一扇门的后方，有一个女孩决定要跟你相守一生。现在要邀请大家用掌声来欢迎女方主婚人爸爸、新新娘韦恩，请进场。一幅非常美好的画面，是一位父亲带着自己的宝贝女儿来到了幸福大道上头，爸爸用他全部的爱要来祝福我们新人成家的这一刻。爸爸谢谢你，一鞠躬。而接着也要来邀请韦恩，我们转身面向爸爸，爸爸今天也站在你的面前，要给你最多的祝福，邀请韦恩上前给爸爸大大的拥抱。谢谢你爸爸，谢谢你总是关注着我的需求，谢谢你总是给我最好的，请爸爸交手。交手的瞬间是责任的寄托，接下来韦恩就交到嘉良的手里了。爸爸谢谢你，我们用掌声来欢迎我们女方主婚人，爸爸请复位。接下来我们要来邀请今天的证婚人女哥来到我们新人面前。谢谢，现场所有的最要好的朋友们，亲戚们，来自很多不同地方的，今天在场的贵宾，我们今天一起在这里要见证一个非常神圣的时刻，就是我们看到大家疼爱的这两个年轻人要走上他们人生接下来最重要的一段新的旅程。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不是你们爱情达到了一个终极的目标，而是见证一个新旅程的开始。这对新人呢已经经过了时间的考验，彼此相互的疼爱。好，接下来呢有一段证婚人的证词，这第一句是他们写的，一定要我问吧，说现场有没有人反对这一对婚，这对新人结婚的，有的话现在赶快举手说出来吧。 If not， 这个是一个西方人的文化，If not forever hold your peace。我刚刚讲了这对新人多可爱，祝福他们，但是呢我相信对于很多很多这个男生来讲，哇真舍不得，我们心目中永远可爱的女生真的要被这个白马王子给娶回去了吗？嘉良，你是否愿意娶许维恩作为你的妻子，让她成为你终身的伴侣，你唯一的真爱吗？你是否愿意？我愿意。你是否愿意承诺，无论是顺境或逆境，富裕或贫穷，健康或疾病，快乐与忧伤，你将永远的在她身旁，做她的丈夫，毫无保留的爱着她，以她为荣，尊敬她吗？我愿意。嫁给王嘉良作为你的丈夫，将他成为你终身的伴侣，你唯一的真爱吗？我愿意。
大学一年。我愿意。再大学一年。我愿意。你愿意承诺，无论顺或逆境，富裕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欢乐与忧愁，你将永远在他身旁，作为他的妻子，毫无保留的爱着他，以他为荣，尊敬他吗？我愿意。你愿意尽你所能，供应他所有的需要，在危难中保护他，在忧伤中安慰他，与他在身心灵上共同成长，并对他永远忠实，疼惜他，直到永永远远吗？我愿意。掌声尖叫来一点。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在这里要正式的宣布，我们今天见证的这一个大家期待已久的婚礼，我也要谢谢两位给我这一个神圣的工作。我在这里正式宣布，你们两位成为正式夫妻。掌声跟尖叫来一点。掌声跟尖叫声。王正良先生，你现在可以拥吻你的妻子了。Please kiss the bride。哇！梅恩，认识你之前，我其实并不知道缘分是一件这么浪漫的事情。我们大约十多年前，大概十年前，我们曾经在一个场合相遇过，但是那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交集，我们没有对话，你甚至也不知道我在现场。但是那一次，是我们此生离彼此最近的距离。浪漫的缘分，让我们彼此中间度过了自己的人生，兜了一大圈，又让我们遇到彼此。这一次，我们有了对话，有了认识，也有了爱。我很谢谢，我会一直牵着你，陪着你，护着你，直到我们的人生旅途结束。我爱你。我会一直爱着你，陪着你，牵着你，直到我们人生的旅途结束。谢谢你让我人生有了不一样的改变，让我感受到有家的感觉。谢谢你，总是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一直在我身边。也谢谢你，总是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安慰我，给我一个很大的拥抱。谢谢你愿意陪着我度过接下来的下半辈子。接下来只要有你的地方，那里就是我的家。我爱你，老公。未来只要有你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以此这段话邀请大家给他们掌声。在彼此交换完彼此的心理这段话之后，接着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画面需要大家共同见证。邀请我们的伴郎袁健帮我们递出戒指。邀请嘉良拿起老婆的戒指。请为维恩戴上戒指，也谢谢伴郎。在彼此交换戒指之后，邀请所有人共同来见证两个人美好的画面。邀请新人将戒指秀给大家看，所有人共同来用掌声来祝福这伟恩和嘉良。好，再一次的邀请两人面向对方，看着彼此。现在我要请嘉良再一次的在所有人面前亲吻你美丽的新娘哦，请用唇印。最美的画面送给各位，送给大家，所有人共同来拍下这个美好的瞬间。不过在婚礼的现场，特别有几个人一定要亲口说出感恩跟感谢。在你生活中无微不至的照顾，
把你捧在手心的爸爸跟妈妈，今天就在你面前，是他们带给你生命，是他们给你力量。爸妈，谢谢你们多年来对我的养育之恩。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你们就是加油。就是希望可以给我跟姐姐有一个好的生活，也不输同才之间的生活。这么多年来，你们都没有好好的对待自己，谢谢你们辛苦付出了大半辈子，才有我跟姐姐现在进入下一个人生的阶段。谢谢妈妈，也谢谢妈妈。接下来我会继续。更努力，也让爸爸妈妈更加骄傲。如果这个儿子，谢谢眼前的爸爸跟妈妈。而且在证婚的现场，你在大家的面前，我要邀请将来如果要手牵手，我们面向爸爸跟妈妈。我很谢谢你，有什么话都是舍不得说，我知道你都放在心里。在我最难过或最开心的时候，你都一直都在，也会打电话给我，讯息我，问候我一下。邀请大姐拥抱一下妹妹。他们就像我的另外一位妈妈，早请弟弟，邀请大家给弟弟一个掌声好吗？Love you。 谢谢现场所有人的祝福，新人谢嘉宾一鞠躬。加油！我们王先生跟王太太真是退场哦，所有人的尖叫声不够。大家是不是都准备好了？要接好哦，我们准备喽！一、二、三，Feel uninvited.